我就是他们口中被你亲手劈死的女仙君。那个女仙君已经死了，我不是她，我是幽君阿银，所以你不必在我身上补偿，我也不会受与己无关的恩情。阿银，这是你最后一次力竭，你现在的魂力很有可能会挺不住的，你听我的，先回玄池将养好吗？放手。等等，阿银，等等，等我给你寻个更好的命途。不必再费心了，每一次都是万里挑一的好命途，结果不都是如此吗？阿银，我带你回妖界，妖界有那么多宝贝，一定能助你运养魂力的。你们如此帮我，是都把我当成了那位女仙君吧？阿银，你是都忘了吗？原是我这千年来都活在这个女仙君的影子之下，被人安排度过的。可是你们口中的女仙君，我已经全然不知了。那些往事你不记得也罢，但不论你变成谁，我都是你的好朋友阿九。阿英，跟我回妖界吧。不用了，既然我已经不是他，那我与各位的缘分已尽，这最后一次历劫无论好坏，我都要自己做主，与各位无关。阿英，阿英。